自然界中蓝天、白云、森林、阳光、瀑布，都是人类生态环境最佳的地方。负离子是我们居住环境健康必不可缺的东西。人类神奇地发现，世界任何物质在遇到负离子作用下，如瀑布冲击、雨后的云层、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等，会形成一种新的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物质，它就是负离子。健康负离子，把森林瀑布的环境带回家。